家嘛。没拍，我都拍了。没有，这可能自己给他放。他错了，老三在那儿是吧？对。我就是今年，我们家，每我们老家讲标准，就很精准。放下，放下。要不要看一下？这是一个镇子啊。那个是古城是吧？如果请服务员，我们吸哦，谢谢请哦。哎呀，输了！我刚开始是赢4000块钱。四葫芦了，那个下来就吃。这边就转了，就是那个大转镜头，好远就看到了大转镜头。哦，还是怎么转？